体验了很多很恐怖跟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会有一点 PTSD。 没有，我现在如果就算是浮水我还是会喝啊。会喝的浮水？对，我就喝吧。喝一喝也许还可以变比较正面一点，也不错啊。孙哲院喝森鹏浮水，任泰国呼麻被逮，有 PTSD。 近期我是已经想要把我的这些科技产业资源套用在一些比较一般人也可以用得到的项目，防护装置啊，对，防护装备比较多，然后可以给一些就是喜欢动漫 coser 们用，或者是把其中衍生科技拿来做什么，比如说 3D 的写真。除了准备前进乌克兰战场，孙安佐也前进科技业，近来与科技公司老板合作组团队，正在研发 AR 系统，还有军事防护设备，完全没跟父母孙鹏迪英拿钱。我没有一个那个无限提款机这种东西，我们只是有那光环在，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得要自己想办法去申请。你之前是不是说没有在拿妈妈的钱？一样，可是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我生活不管是工作还是面对家人，我都尽量以正面的方式来面对。所以你现在就是都可以放心的喝水吗？没有，我现在如果就算是浮水，我还是会喝啊。啊，就是一个接受，一个接受啊，就是懂一个苦心，一个快乐苦心。对，我就喝吧。喝一喝，也许还可以变比较正面一点，也不错啊。多喝一点好。原来历经泰国呼麻被逮事件之后，让他有所成长，也跟父母破冰和解。对，因为你在北投讲的那一次，感觉像已经让你学历。我那时候刚从泰国回来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全部的事情，新闻上报的那个画面，那只是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后面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体验了很多很恐怖跟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会有一点 PTSD 在刚回来的时候，尤其是我一个有训练过很多军事训练生存游戏，我就会很容易会有那种防御心态嘛，会说是不是又有人想要来害你害我？对，那个时候才会就是对爸爸妈妈比较不能容忍。对，我会觉得说你们做这些事情跟那些坏人一定是一伙。当然要孝顺，孝顺是王道。看一下，对，这是安佐亲手写的哦。儿子，你送爸爸一瓶香水，我正想买，我喜欢这味道，男人味。一样送你其他东西，我怕你都舍不得用。我不明白，但我之前父亲节就送过我爸不错的一个，我曾经有送我爸一个很好的雪茄过一样。但是我送了他之后，他到现在都没有抽，因为他觉得太珍贵，他不敢抽烟。那一根8000块，我如果每年都送他太好的东西的话，他就会墙壁上就挂满很多我送的东西，然后就爸，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用？那妈妈也有送吗？对啊，母亲节也是。妈偶尔送，偶尔不送呀，因为我妈她是一个物质已经基本上不需要的人。嗯，他其实根本不需要我送他任何东西，他只想我送他什么，你知道吗？